雷射雕刻技术的四大优势。雷射雕刻是什么？雷射雕刻机原理是怎么运作的？艺生团队今天来介绍关于雷射雕刻技术的四大优势。想打造更精致的商品，就从认识雷射雕刻开始。一、成刻物材质多元。雷射雕刻机能深入下切，材质广度更多元，不限于纸艺或布料，适用于各种商品上，例亚克力钥匙圈、木质相框、酒瓶包装等。二、高精密与精准性。雷射聚焦头发射出的光点强度大，功率高，能轻易针对细微处切割或镂空效果，同时切缝位置也更精准，不易偏移，切口附近也因聚焦光点小，不易破坏成刻物，得以避免凹凸不平的状况。三、快速稳定。雷射雕刻机具有不必事先温机的便利性，启动电源即可直接开工，不必另外准备钢模、网板等程序，节省创业者宝贵的时间。四、可以少量客制化。雷射雕刻可在皮革、木头、亚克力上精准刻画出细致的标记，透过精密处理技术所刻画的 logo 或文字，制作出独一无二的客制商品。透过以上四点优势，是不是更认识雷射雕刻技术了呢？现今市面上商品不只追求外观好看，也在形态上力求突破，而利用雷射雕刻原理，都能满足精细且新颖的设计需求。一台合适的雷射雕刻机，将成为您创业的好伙伴。艺生成立超过20年，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，提供大型工业用机台及小型创业的个人用设备，包含 UV 直喷机、雷射雕刻机、热转印机等印刷设备，拥有专业售后保固团队，提供免费线上设备咨询服务。任何数位印刷设备需求，欢迎找寻 MIT 品牌艺生免费服务专线 0800-520-005。